第一条分线从额头中间顺着头型画到后颈部。从枕骨上方经过后颈区往前做斜向分搓到耳后。再继续顺着头型分线到后脑区。头发梳直，让它自然垂落，并用平梳固定成零度角。以等长剪法把头发剪平。另一边也采用同样技巧。下一个分搓画到耳朵上方，同样地把头发梳至自然垂落。用平梳固定成零度角，用等长剪法，从头顶区下方向前发圆线取马蹄形分搓，把头发顺势梳直，垂落到后背。侧发区头发提拉至一点，以维持等长。
在头顶部区域画出下一个马蹄形分错。以同样方式剪出等长形状。最后一个分错同样的处理是头型分线为止。吹干头发，头发吹干后，以目测检查并剪其外围轮廓。